大家好，我是来自7038的淼淼。接下来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叫做《绅士》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点评以及转发，以及转发，记得转发。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尚不在意的，频繁暴露了不与人知的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可以吗？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看了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你这一样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才不能说想你啊。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显着简洁仁义的，平凡暴露了不与人知的，越掩饰越深刻。想说听说也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注定落在角落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回家吗？看那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可以吗？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再不能说想你啊。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绅士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！9幺9683，7点到9点，咱们不见不散。Thank you。